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续讲《活说阿弥陀经要解》。那么上一堂课，我们是讲到这本《活说阿弥陀经要解》的第67页最后一行，此中显微风树王等因及一切依正假实，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身四德，毫无差别也。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三身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这叫三身。OK，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这个法身，那么接着呢，我们现在讲这个报身。那么报身是智慧，没有智慧对于这个道理你不了解，对于这个事实你也不能肯定，智慧不够，那么报身是智慧，应化身是起作用，就是用应化身去实行大慈大悲，慈悲在法身里面是具足的，它不起作用，到应化身它就起了作用。像释迦牟尼佛一定要现一个人身，出生在我们这个世间来教导我们，这叫应化身，所以这个才起作用。但是诸位要晓得三身是一体的，一而三，三而一，佛具足三身。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呢？我们自己跟佛一样，也是圆满具足了三身，但是因为我们迷了，没有智慧你知道，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迷了，我们迷的是什么？迷的法身。我们对于法身虽然有，虽然在眼前，但是一无所知，死也不承认，那有什么法子呢？不承认，可见得迷惑颠倒执着实在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报身叫业报之身，活菩萨是智慧的报身，我们是业报的报身，我们是业报之身活菩萨是智慧的报身，我们是业报，造的善恶业报，这是为什么凡夫跟佛不相同，就是凡夫始终在迷邪染，不觉不正不清净，觉正净就是三身通通现前了。那么四德呢，是常乐我净，三身都有四德，常是不生不灭，这叫常。诸位要晓得，我们今天在迷，我们所感触的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佛菩萨看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我们用的心不一样，我们用的心是生灭心，就是念头，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这个心就叫做生灭心。用生灭心观察宇宙人生，通通都是生灭的。佛的心是真心，
是用的本性，用的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是没有念头的，没有念头这个心就没有生灭。所以用真心来观察宇宙人生，宇宙人生是不生不灭的，这叫常。那么定，定心里头没有生灭。如果我们心里头还有个念头啊，那就不是定。定的时候生灭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才叫定。用真心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用生灭的念头，这个心是永远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的。佛菩萨用真心所看到的是事实真相，他给我们说明真相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心定下来，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我们所看到这个境界就会跟佛说的一样，这叫亲证。所以佛讲一切境界都等着我们去亲证，信解行证，你要亲自去证，这点很重要。我们亲自去把它证明，正是佛讲的没有错。可见得啊，佛的教学是真实的，不是欺骗我们。他要我们通通证实，确实有常。常就是有不生不灭，有我。诸位要晓得，我们现在凡夫啊，常乐我净四个字都没有啊，有名无实啊。等到你即使真正成就觉正境，常乐我净这四个字都是实在的，都不是假的。我是什么？佛经里面讲我的定义是主宰，是自在，这叫我。那我们想想用佛经这个定义哦，主宰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年年十八，我应该年年十八，那这样我才能做得了主宰。也就是说你可以主宰自己啊，你要年年十八。但是不是啊，我会老，我们这个我会病会死，哪来的主宰？没办法主宰，没有主宰，所以世间确实没有我。自在更不必谈啊，如果真的自在，那应该啊，在生活一切都称心如意，那才叫自在啊。有一桩事情不称心的，那就不自在了。到了你明心见性啊，那就真的叫做做主宰，真的得自在了。就像经上描绘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他们生活状况那的确是自在哦，的确是主宰哦，乐是真的，永远没有苦，没有烦恼，永远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污染哦。所以啊，常乐我净在西方世界人人具足，圆满具足。回头看看我们这个六道，不要说啊我们啊这个人道没有，天道也没有。天最高的天是飞翔，飞飞翔处天，寿命长。我给我们讲的啊，他们那里的寿命以人间的数字来讲是八万大劫，用现代话来讲呢，是个天文数字啊。这个数字再
大，它还是有到的时候，到了还是要死，还是要堕落，这个不是究竟。所以啊，六道里头啊，常乐我净通通没有，这是见了性的人才有，没有见了性的人没有三生四德。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刚才啊跟大家报告，我们要能够体会它的精义，体会它的精华，是生活不二。我们是众生，我们跟佛是平等的，理上平等，事实上也是平等的啦。现在有个不平等的假象，那是迷悟不同，他们是觉悟的，悟了叫圣，我们是迷，迷了叫凡，就这点不同。除这一点之外呢，没有一样不同啊。所以佛对于众生是尊敬的，因为他知道跟众生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众生呢，就是共高我慢自大，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对人要尊敬，人家对我们不尊敬啊，是应该的，他不明了事实真相，我们了解，对人不尊敬就是对自己不敬，就是对诸佛菩萨不敬。在啊中国来讲，对父母不敬，对师长不敬，所以这个要晓得。 OK， 佛是老师，所以佛是师道，这个诸位要晓得。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他为什么远呢？为什么远之呢？因为儒家对鬼神的情况并不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对他们保持距离。佛法没有距离，为什么没有距离？鬼神也是众生啊，也是自己性的变现之物啊，所以就是自己。这个地方讲，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毫无差别。这个第68页第一行，也就是自己三生四德毫无差别。如果你要讲到上帝，就是上帝的三生四德毫无差别，它完全是平等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哦。啊，那么我们的心胸里面呢，隔阂没有了，界限没有了，那么你的心多大呢？你的心就是见虚空遍法界了。心量大快乐，心量小跟这个人也画界限，跟那个人也画一个框框，画一个格子，把自己啊框在拘束在里面，跟这个也起冲突，跟那个也矛盾，哎呀，那真是苦不堪言。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无知，在那里起分别执着，从这里来的。所以佛法讲解脱，问你解脱什么？就是把这些界限也解脱了。你自己画圈圈，把自己圈起来了。佛跟一切人、一切众生、一切万物不画界限哦，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所以才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诸位常常听到的，这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那么界就是世界，界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系。我们今天讲银河系，一个银河系在佛家讲是一个世界。世界有多少啊？像沙一样啊，沙是形容多啊，
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的度量要能够包容，我们的心要像太虚空一样的广大，我们的度量能够容纳一切世界，没有一样不能包容。这是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毫无差别里面的精华，里面的精义，是要让我们体会自己跟一切众生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那就对了。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下面第68页第三行啊，这是经文：舍利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王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段经文呢，内容是给我们讲行树言法。那么我们前面一段呢，就是讲的是众鸟，众鸟是有情的，这一段讲的是无情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嘛，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六尘说法，在极乐世界这个现象非常的明显，每个人都容易感触得到，而得到闻法的利益。其实六尘说法在我们这个世间也不例外哦。问题是一般大众根性闭塞，所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根性充力的人，他能够觉察得到，像在佛在经典上说的，跟我们历史上传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呢，也不少，也时有所闻。像苏东坡大家知道古时候这个苏东坡诗人游览庐山的时候，苏东坡是个聪明的人，他的观感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哦。他听流水的声音，他听瀑布流水的声音，他在他的诗记里面就写着溪声溪就是那个小溪的溪，小溪的声音，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声。这种句子我们一听起来是真的很有一点禅味苏东坡他也是有一点修有一点禅味，这就是对于无情他的领受，就是对这些无情众生，我们所谓无情众生他所感受到的。这是少数立根根性立的人那么聪明的人他们会有这种感受，对大自然种种的声色能够令他开悟，他见色闻声也有感悟。那么在禅宗大德里面这样开悟的人有，那么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情形跟这个不一样，他确实音声里面流露出来的是讲经说法。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音声流露，流水声还有这个鸟的声音，他们流露出来的是讲经说法，它是真的是这样的。甚至于我们心里有疑问有疑惑，自然的无情的这些众生呢，就能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就感应道交在西方极乐世界，用我们的话来说是非常的敏感，在我们这个地方显得是很迟钝，在西方极乐世界却是非常的敏感。因此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答，而且都是纯正决定没有错误的说法，那多好。我们现在经常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千千结得不到解答，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答，即使是无情的众生啊，像水流声啊，微风吹动声音，都能够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太棒了！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太美妙了，阿弥陀佛实在是太伟大了，造了这么一个美妙的境界，哎呀，大家都要好好的发愿，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太棒了。那么呢，我们看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就知道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感应啊，真的是非常的灵敏。啊，这个第六十八页倒数第三行，情与无情同宣妙法。情是有情众生。无情是指啊，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植物、矿物是无情的，就是它没有感情、没有情事。动物是有情的，动物是有感受的。情与无情，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切万物都包括在这个情与无情。有情就是所有一切动物了。佛说了，都有佛性。有情的众生有佛性，这点诸位一定要记清楚。有情的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有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并不是佛性外面还有个法性，是一个性。一个性为什么叫两个称呼呢？是因为有情跟无情不一样嘛，这点差别啦，其实是一个性。既然有情众生能成佛，他有佛性，他当然能成佛。无情的众生，法性就是佛性，所以无情众生也成佛。这是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同源的源就是圆满，种质就是成佛，就是圆满成就一切种质，圆满成佛。除了大乘佛法之外，从来没有听说这种说法。那么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情与无情同一体。有成众生成佛，我们听说过，过去有不少啊，有不少成佛。现在佛跟我们讲的，此界他方也有不少现在的佛。阿弥陀佛就是现在佛，并没有入啊波涅盘。未来的呢，经上给我们说，一切有情众生都是未来佛。那么我们想想也很有道理啊。那么无情成佛没听说过，什么时候听说树木花草成佛？什么时候听说桌椅板凳成佛了？没听说过。那么实在讲，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情成佛，无情就连带成佛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禅家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佛性也见了法性，因为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见性叫成佛。我们迷的时候所见的是色相，没有见到性，
见到相。觉悟了的人呢，他在相里就见到性。所以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话这是华严经上说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正确。那么呢，西方世界偶遇大师这个注解里面写的，情与无情同宣妙法，法而成妙。如果这个法不能显性，将这个性明显的显示出来，令一切众生一接触就明心见性，这个法才叫妙。不能叫人见性的，这个法就不妙。那么同宣妙法，妙法的内容呢，底下两句就是说妙法的内容。68页倒数第三行，四教道品无量法门，那就通通都包括了。四教是天台家所判的啊，藏教、通教、别教、语言教，藏通别言啊，天台家这么分的。那么道品呢，指我们前面所说的37道品。37道品是一切佛法的总归纳，归纳成37类，这37展开就是一切法，无量法门。道品跟底下讲的法门，一个是解，一个是行。道品所讲的是理论，是道理，法门里面教给人的是修行的方法，就是行经。佛经古德也把它分为四大类，叫做教、理、行、果这四类。经有四种，无量法门是讲的行经，讲我们怎么样修行。那么呢，接下来68页倒数第三行，同时演说随类各解。同时演说，这真的是妙哎！随类各解，同时演说，演是表演，换句话说，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这是演。说是言说，为我们说明，同时这就奇妙了。譬如我们啊，两个人，我想听华严经啊 ，OK， 你想听法华经。我所听到的真的是华严，你听到的是法华，这个妙不可言，这叫同时宣说，随类各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经论法门，你想学什么，一切时一切处，情与无情都给你宣讲，不但有宣讲，还带表演，同时演说。表演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53参哦，53位善知识，不但教给善财童子，你看他生活行为，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把经典里面的理论境界通通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个就叫做表演。可见得啊，经不是在一本书上，经要是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嘛就是死的了，经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把经典里面的理论教训境界通通变成生活的行为。所以啊，他注重行，注重果，果就是享受。我们今天
啊，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个人的幸福啦，家庭的美满啦，社会的和谐啦，国家的富强啦，世界的和平啦，那都是属于果。如果我们修学得不到结果，那这个东西全变成了玄学。佛法不是玄学 ，OK？ 它不是落空的，佛法确实带给我们，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教你正确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对一切万法决定不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人怎么会不快乐呢？怎么会不幸福呢？所以啊，随类各解，同时也说随类各解。再来，第68页倒数第二行，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念三宝就是得真实的受用。念，各位要记住哦，这个很重要哦，不是口头上念哦。大家读了这一句，千万不要发生误会。我们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念三宝，那就错啦。OK， 所以各位不要产生误会，念是个会意字，是金心啊，上面是一个金，现在是一个心，也就是说，念就是现在这个心就是的。那么三宝呢是什么？前面跟各位讲了，就是觉正境嘛。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心就是觉正境，这个叫做念三宝。OK， 大家要知道啊，念三宝就是现在的心就是觉正境了。哇，那多棒，多好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啊？如果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这个是真心，是本性。真心本性全体显露，不迷不邪不染，这叫念三宝。所以这是果德，这是果。OK， 再来，我们接着下面68页。倒数第二行，念三宝是从悉檀获益。这个地方讲到四悉檀，悉檀前面跟各位介绍过了，悉是普遍的意思啊，檀是布施，悉檀就是普遍的布施啦。从这个地方所获得的好处，所得到的好处，所以这一句话，你看想想看，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过念三宝，也就是说，现在的心是觉正境，这是从啊。从普遍的啊布施这个地方所获得的好处。那么经典里面呢，常常告诉我们呢、啊，也是我们学佛人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因缘果报，这是真理。因缘果报，因加上缘，就变成果。我们一般人、啊、只希望得到好的果报，他不知道修因、啊、不晓得修缘、啊、果报怎么会得到呢？啊，天天打妄想，不会得到果报的啦。
富贵是果报，人人都想得到啊。世间人第一个想得的就是富贵。得富贵的因是什么？缘是什么？不知道，没有因，没有缘，哪来的果啊？因是一切善果之因，总而言之啊，都是叫布施。可记得，一切善果之因，总而言之，都是叫布施。因跟缘都是布施，所以我们以财布施，你得的果报是财富。今天我们看到世间发大财的人，世界上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种的因，过去生中修的布施是因，这一生得财富。那么你继续的布施啊，继续的行施是缘，来生必然更富贵。那么你作恶的情况，以此类推啦。所以啊，佛跟我们讲啊，财富是财布施得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健康长寿是无畏布施得来的。你要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门里面讲，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啦。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求的理论，懂得求的方法。你要不懂得理论与方法，盲修瞎练，那是得不到的啦。此句呢，也是给我们讲的原则。西坛就是普遍的布施，布施的对象是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建造西方极乐世界，使每个人到那个地方，一切受用自然具足，这是阿弥陀佛的财布施。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到那边去的，享受的是平等的享受，跟我完全相同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它是平等世界。各位读《无量寿经》就明白了，这财布施普遍。这个地方看，六尘说法，法布施也普遍哦，也是平等普遍的。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建议一切念佛往生的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属于无畏布施。这样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富足圆满的智慧，人人是无量的寿命，因为他们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这三种布施都达到了圆满，所以他们果报圆满。 OK， 那么这些事情在过去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也没见过，这一下在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六十八页倒数第一行，凡夫创文大勇片身。创文就是初见，创是创举，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现在见到了，听到了，完全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大勇片身，大勇是欢喜，欢喜到极处啦，哇，太欢喜啦，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啦，这就是欢喜的样子。那么这里啊，也是六十八页最后一行，是欢喜意，也就是说凡夫创文大勇片身是欢喜意。换句话说，在
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是听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亲自见到，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一定要认真去学习的，不要怕布施。中国人在生活习惯里面，许多的术语都是出自于佛经啊，譬如我们平常讲的舍得，这个话也是出在佛经上。你能不能舍得？舍是因，得是果。你能舍就有得，换句话说，你不舍就不会得，就得不到啦。从佛经上来说呢，所以这个术语里面有因有果，不输就是舍，应该要舍，舍财就得财，舍法就得聪明智慧，一定要知道舍得舍得。我们用欢喜心，用真诚心去施舍，去帮助别人，不用等人家来要，主动去帮助人，这个果报就不可思议，得欢喜意。 OK， 那么再来，接下来68页倒数第一行，与三宝气氛交接，必能发菩提心，是生善意。三宝的气氛，就是说一体三宝，自性三宝，就是觉正境，心里面念念觉悟，正知正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见解纯正，没有错误，想法看法正确，与事实完全相应，身心清净啊，必能发菩提心。这个实在讲，就是菩提心。菩提是印度话，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觉。菩提就是觉，菩提心就是觉心，觉而不迷，这是生善意。菩提心这个觉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哦。最大的觉悟是把我们这个世界现实真正看清楚，真正看明白这个世界是什么，佛把真相为我们说出来，苦空无常啊，这是真的啦。如果你要不觉悟的话，你这个苦空无常没完没了啊，你不能够脱离，不但这一生你要受，生生世世都要受，而且一世比一世苦，这是你第一个真正觉悟。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完全不一样，不觉悟的人迷在境界里头，所以他搞生死轮回，觉悟的人啊，他要想办法超越苦空无常，我如何能够把它摆脱掉，那就是真正觉悟的人。所以觉悟的人叫修道，道是道路，脱离苦空无常的道路，去找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有没有呢？脱离苦空无常的道路有没有呢？有。实际上这个世间学士是求这个道路的，乃至于今天的科技也是在求这个道路，宗教也是在求这个道路，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如果真能解决问题，释迦牟尼佛当年就不会多事啊，就不会啊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成佛啦。我们中国古德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又当年就何必多事呢，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了，
这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有这么许多的人都在寻找这个道路，什么道路？脱离苦空无常的道路。纵然找得也很像，很相似，也很不错，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不得不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离苦得乐，离开苦空无常。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释迦牟尼佛所以才会当年舍兜率，舍弃了在兜率陀天候补佛的这个享乐，那么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啊，示现成佛。舍兜率降王宫，就降到啊印度的一个王宫里面，弃位出家，又放弃他的王位出家苦行学道。这是释迦牟尼佛那得微妙法，然后呢才来啊救度世间，才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我们要我们离苦得乐，离开苦空无常。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大慈大悲，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警觉到，人生一场空，人生一场梦啊，不要说生不带来啊，死不带去了，现在还没有死呢，等到死的时候你再觉悟来不及了，迟了。所以啊，现在就要觉悟，现在还没有死就要觉悟啊，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有远见的人啊，不是为我这一生来打算，要为我们的来生打算。这是个聪明人，这是个觉悟的人，要为来生打算。 OK， 佛给我们讲了这许多的大乘经论、无量法门，都是在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脱离苦空无常，都是帮忙我们。那么在理上，在方法上没有错误，可是这些理论与方法我们自己要去修学，确实难易不同。有些理论很高很难理解，方法也不容易学，所以有难易程度不同。一切众生根性不同，无始劫来我们的习气不同，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生活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不相同，于是乎啊，就种种的差别，因跟缘都不相同。换句话说啦，我们修行的法门，如果不能针对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达不到目标，很可惜，这一生又空过了。这一生没成就，佛告诉我们唯一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得到圆满的成果的，就是这个法门。我们看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的根性、聪明、智慧确实我们比不上，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么这些人对大乘经教都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去修持，但是到最后他一切都丢掉了，老实念佛，都归到这个法门来。也就是说，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去寻找，找来找去，最后想想还是这个法门可靠，这个法门稳当，所以最后都归到这个法门，归到这个法门
几乎没有一个不成就了。这个叫增正生善。那么呢，哪一个法门？就是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佛一再告诉我们的信、愿、持名、念佛啊。所以啊，大家要老实念佛，而且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啊，西方极乐就是有阿弥陀佛啊，发大慈悲接引众生，更相信自己有往生的份，要信。那么呢，更要发愿，愿什么？愿意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信愿，那么再来就要持名啦，持名就要老实念佛，所以要真正好好的信愿持名，老实念佛，归到这个法门，几乎没有一个不成就的。这叫真正生善，但是你要真的发真心哦。所以啊，这个法门靠得住，这个法门稳当，所以啊，要好好的信愿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真信切愿持名念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啊，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一再的劝导我们，大家要真的要有信心，要深信切愿啊，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是最殊胜的。OK，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再见。OK， 谢谢各位。